怎样才可以跟我一起玩？因为我在排的时候，你按配对啊，就会有机会跟我一起玩，是有可能会在对面的，在对面你就可以干爆我、啊。要跟我玩啊？跟我玩干嘛？跟我玩又不会比较好玩，对不对？啊，如果你是女生的话，女生可以、啊，女生可以。来听我解释哦，不是因为女生就可以哦，是因为如果你是男生，你跟我玩又不会比较好玩，对不对？但是如果女生跟我玩，一定会比较好玩，一定会比较好玩。好，这跟色不色是两回事，你们知道吗？我是那种这么淫荡的人吗？是吗？订阅开铃铛，好你笑到被叮袂当。你记得我之前声音是什么样子吗？应该不记得吧。安安啊，林安你好，陈章鬼奇 ，Tony。然后这个，干这个我就不会念了。啊，我可以教你，如果我可以教你剑士，王者的实力不容侵犯。哎、欸，急需流川。喂，那 P 3不抢是怎样？一样，那只麦克风8000多呢，原本那只3000多而已。你跟我说一样，那就证明了一件事情，好吧？事实证明呢？我的声音因为太好听，所以呢，不管用什么麦克风都是一样。因为声音太迷人了。你说最迷人的、最危险。安尼有得要改无？台北3级警戒，桃园3级警戒。完蛋了，这波台湾努力了这么久，这波直接爆炸。一天新增180例，伤心嘞！这场球赛全看我的啦！啊，要给他手流川啊！他讲，你手流川，哎，你手流川，你手流川。这场球赛全看我的啦！晃不倒哎、欸！快传我这里！晃不倒哎、欸！我召唤胜利的男子吧！赤木感觉要站出去哦。凭你是不可能的。我是篮板王樱木花道。这场赤木要站出去哦。赤木不站出去，没得守。不可原谅！真有意思。因为我也是要顾青田。嘿嘿。真有意思，顶头怎么又变那么准？难道阿木回归了吗？三个帝王意志啊！
你可别小看我了。没事，我们赢两球嘞。你他妈没被第三过是不是啊？啊？看，他对面的防守也是烂的喷汁啊！他没球的后撤啦。敌人已经接受，让你过来。这可怕的家伙！这就是王者。哎呦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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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呦呦呦！看错边了。大绝很多，尽量用啊！第一位不接受，让你过来。我可以教你一件事，篮球可不是算数。这就是王者的实力。那个第三很坏啦啊！歪 U 歪 U 嗝屁了、啊。大哥大哥。你不要再用这一招啦！接到了，哦，还好篮板很硬哦，没大，啊，没三分呐、啊，啊，两分呐、啊，我的球没有一球是巧合的，我一定要胜利。IU， 干你们不要再叫我找 IU 了，好不好？我已经找他找到我心很累了。妈的，超难约的，然后每次约好了，又他妈的，每次都约好晚上要玩的嘛，然后又他妈的晚上又消失了，找不到的，失踪那一种。然后老九我就不想要勉强他了，你知道吗？干，来不及。请称呼我召唤胜利的男子吧。新萤幕一样27寸啊，32寸我觉得太大了。哎，靠杯，喂，打入，接到了，晃不倒啊。梦想谁也夺不走。我是蓝白樱木花道。我的梦想谁也夺不走。在那边不知道忙什么，我晃不倒、啊。别小看王者，来了。怎样才可以跟我一起玩？就我在排的时候，你按配对啊，就会有机会跟我一起玩。就是这样，我要使出全力来打倒你。是有可能会在对面，在对面你就可以干爆我。放心交给我。要跟我玩啊？跟我玩干嘛？跟我玩又不会比较好玩，对不对？啊，如果你是女生的话，女生可以、啊。女生可以来听我解释哦，不是因为女生就可以哦，是因为如果你是男生，你跟我玩又不会比较好玩，对不对？但是如果女生跟我玩，一定会比较好玩，一定会比较好玩，好吧？这跟色不色是两回事，你们知道吗？我是那种这么淫荡的人吗？是吗？